Hello，Hello。哎，后来发现有这个东西耶。爱丽丝？什么爱丽丝吗？用？不是，我是想要，我现在没有枪将啊，我没有卖枪的啊。也想要枪将啊！哎、欸，我爬 我爬文爬不到，这怎么解锁？哎，找不到那个的，那个怎么解锁？哎，好难过、哦。我的声音有点沙哑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是因为我很难过吧？装 一下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棒诶，这啥？火把？我记得这个是拿起来会有火焰效果吧？烧伤强化。好，我记错了。小黑人不错用啊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你这只丑牛走开啦！不会受伤的臭牛，真惨呐！给武器链，没有武器链。可能是我太难过了吧，抓不到枪将，所以听起来很沙哑。
因为我真的爬文爬不到，只爬到说什么枪将跟道具，对不起，枪将跟道具商人是什么？可以刷，可以就是进那个副本前可以用刷的。抱歉，包音，我道歉。丢脸！噔噔噔噔噔噔，他会在这里呀、啊，看人家影片都会出现在这边。抓不到，安安哦。怎么那么不顺啊？是不适合玩这款游戏啦？你现在才出来，刚刚要你不出来，气死我！愤怒钝器，哇，真的是很愤怒啦！啊，碰！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影片上传了还没调哎，等一下、哦，我等一下可能要调一下影片哦，就是我的那个直播记录。就是很多还没设定好，等一下等我个十分钟，我设定好，想让我死。你快成功了！啊！
还有介绍哎，每次攻击敌人会得到伤害光环五秒，加一冲刺数。哦，安安。好，这打死之后我们就，哎，才第一关而已哦，应该不可能无伤了啦。看吧，不可能无伤了。不过这个武器也太强了吧！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发布排程，22号12点，我现在记录档都是一个礼拜后的十二点发布啦，所以我现在看到滑鼠，我在调那个发布日期。嗯，看一下哦。OK， 好，下一步。所以还是很多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不把记录档传上去？我有传啊，但合约是不能在七天内传上去啊，不然我觉得有时候像上次 UHC 欢乐赛那个掉苦力帕的就很好笑啊，可是我要憋到一个礼拜后才能发布。懂吗？不是我不想剪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我也想丢啊。刚刚时间都跑去爬文，想说 NPC 怎么解锁，我怎么解锁不出来？家庭教室里面最强就是云雀吗？不。我觉得最强的是那个那个川平大叔。我不能提到他了，有点剧透了，抱歉。没看漫画的，完蛋了，我道歉。我好像剧透了什么。再等我一下哦，我要现在要放播放清单。嗯，打下午建立。然后影片。新增至这个，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插广告时间。等一下哦，有八个广告要插，八部影片的广告要插，很快很快，复制贴上就好了。3，储存。储存，储存，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是传错记录档，我要传到那个直播记录档的时候，都传到我的本账那个放精华的那个账号上面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全部删掉，再传到副频道上面去，哦，超麻烦。比较麻烦是调日期啦，日期没调好，就会像之前那样子，隔天发布，就只有那一部记录档的分段上传到，然后就有人问说，
哎、欸，为什么那篇记录档就只有第二跟第三集可以看啊？其他的嘞，我就说，我不小心传错了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可以五分钟插一次，我不要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看一个仓鼠的影片，就火爆钢球的影片，才19分钟哦，我才看了8分钟，我就已经看了4个广告嘞，快气死了。不是啊，这也太古溜了吧！不要啊，唔烫啊！小黑人的效果就是，你身上道具越多，他越痛，但是会扣血量。要怎么打、啊？这同样就打近战打牛，这很难打、欸。嘿，我们武器嘞，我不能换武器。我是比如啦，也有个英雄联盟的影片，十分钟哦，一分钟插一次广告，哎，看超累的。就这个啊，获得道具加4攻击力，减2防御力，减1体力。想要用这支啊，可是还是什么？这是拿枪的，我不要。先换这个。祝福，宇宙剑，太棒啦！就不要说有枪哦，好，没有，太棒啊！然后这个加钢，我今天下午不是打一个老虎吗？加沙袋的话，可以获得它的组合东西。我刚刚下午也在看这个东西，这个虎拳大师，虎拳再加沙袋。然后宇宙之力是要加宇宙的心脏，再加宇宙剑。然后蝙蝠一家要凑齐，冲啊！那我们有宇宙剑，我们换角色，我们换这个好了。再加不？不选熊熊吗？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！那、啊、算了啦。Q。
应该选小黑人的哎、欸。加跑速的，有没有跑速的？炸虾，有人说推荐吃这个，然后我跳成就了。闪避最大体力、防御力，汉堡。得加步。白痴，我这边来过，还来这边干嘛？我看生母家愿望清单了，你要好好想哦，这游戏真的是有点让人火大哦。哇，好多哦！死亡石带在身上，死后可以获得力量啊！我都死了，立个样。买了就没钱了哎、欸，等一下再来。